My name is 野花蹦蹦蹦。嗨，好可怕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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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怕！我们需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可是你不要离我那么近。地图上会有武器啊、哦，就是吃鸡游戏啊。跟烟花比赛，没有拿不到啊，很难呢。我刚拿到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有？是啊，这里总是差一点啊。这游戏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蛮恐怖的。为什么我站起来，他不会一连拿镰刀带子站起来啊？好烂、喔！我想要来当战地，我想当战地记者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女士。现在为大家播报，现场播报一位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正在研究，这实在太难了。枪都是刀有枪有枪，我刚刚在拿枪，可是我拿不起来。到底在干嘛？超好笑，那个超可怕的电视屏，我的手嘞，超可怕。哎，阿美的手嘞，都死了。哎，为什么我的手都不见了？我刚刚我的手不见嘞。根本就不用砍人吧，躲圈就赢了。你好吓我了，吓到我！我已经不知道这大概怎么办。这把枪我拿不起来。眼花，你的动作，你的哪？没有其他房子，怎么那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车上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知道啦！为什么我手跳不来？好可怕！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怎么会变这样？等一下！好可怕！我靠！你知道了什么？不是他拿到刀了，可是。他人家会戳到他自己的感觉啊！为什么我下不来了？我的手呢？我手上还有刀吗？我手上还有刀吗？啊，这是怎样啊？我看不懂哎、欸。手上还有刀吗？好像没有。左手顶住了，好可怕！不要再追我！不是我的手呢？我的刀呢？哦，我的刀在这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干嘛？好可怕！中箭！啊！的刀掉了！来带你们看这个案件现场，案发现场。来开始做瑜伽。我来回应你一下。杀了？为什么？他手上有刀啊！哦，你的刀掉了 ，Kiss me， 你的刀掉了，我没办法，你的刀掉了。这一件好像没有，我记得。什么玩意儿？统治世界。